花车变奥利滚滚，民雄接触到小学生冒谈下麦恐怖出犯，真正是真可怜呐、啊！今日原班人马继续来大车变，到底是什么款的比赛？还有偌恐怖的出犯呢？咱赶紧来个看落去，千万唔通转台哦！来，欢迎各位少年哥哥齐聚一堂啊！继续咱三个出来。张师傅讲今日要报仇啦，是啊，一定要报仇。向慧玲啦，你讲变，要可以听哟。嗯，够吗？听一面嘛吼。为张听个几次？是你啦，是我害你。对呀、啊，害我筋刮胡筋刮胡子就会痛啊，还有横肌耶。没给他，你给他赢得边啦。好、哦，来，张是你做你了嘛？哦、啊，抽签的嘛。是啊是啊。哦，安尼今仔日无个哦一关，佮赶快找囡仔啦。找囡仔啦吼。好吧，慧玲来，卖计较啊哈。这关要变啥样哩？粉红色。查某囡仔拢较爱粉红色。主题猜歌淘汰赛。瞧了就知影，来主题猜歌。每一个人选一个主题，那唱歌又着别人的主题，就当将伊淘汰。到底谁人较厉害呢？什么叫做主题猜歌淘汰赛呢？嗯，咱即马四组人马伫遮，是，哦，即马大概写新观众是对白板的，嗯，伊即马爱写，嗯，写人体的一个器官，嗯、这器官是爱歌内底有诶哦，哦，你爱写你家己、哦，啊，但是呢，难免你去了，你爱唱别人，别人啊，什么人叫你唱着，迄个淘汰掉。所以呢，咱这猜歌淘汰赛呢，吼，头一题的题目就是。器官，来，请向后转，请写下器官的名称。不要把它看掉，不要把它看掉，请背对观众，请背对。哎，转过去，好。好来，莫看掉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全部向后转。来，我们先请王瑞霞转过来的时候，顺便把答案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王瑞霞下来的是，哎，谁讲呢？不是游记，向后转。来，板豆，请转身。好、哦，哎、欸，板凳下一次最不是哦，都是两个字的，用卡 BP 哦，嗯，来请，啊、来民雄，民雄，你今嘛过来笑，请给观众看一下、欸，都是两个字的呢，好、哦、来，向慧玲，好，哎、欸，只有你是一个字的，你给他等来，好来，各位，你先坐一点，请把板子通通盖在地上。哦，放在地上，盖在地上。盖在地上。因为对一边星呢、啊，当然是较有气迄个星咯。哦，有气向慧玲星哈，向慧玲，你即马爱唱歌，莫唱着你家己的。你感觉因三个人有写什么器官的名？你若唱袂着，就甲因淘汰掉。预备，请唱歌。我唱的这条有很多器官哦。很多。对。王瑞霞到底是接受什么款的惩罚呢？我唱的这条有很多器官哦，对，一节歌词内底有足侪器官。好，你写，写。目睭大大蕊，嘿，嗯，对 ，OK， 好几句都。面鱼鱼，目睭大大蕊，敏感性器官，我一目睭就算器官了嘛？目睭大大蕊。哦、来，但是你爱选，刚才选几行啦？你面哥把酒选几行？选几行？到底是面还是目睭？向慧玲，我觉得你应该选脸会比较好。为什么？脸就很多器官啊，包括因为你写两个字呢，因为你写眼睛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是比乌云三百两。无啦，哎，你阿麦搞我讲，我无讲。哎，你此地乌云三百两，你。你拢安尼讲啊，我哪会使无抓你？啊！你抓伊啥？抓伊啥？抓伊边啊？目睭？当然是目睭啊！目睭！目睭！我感觉你唱过中号啊啦！嘿，你家己不打自招？真的吗？你莫讲，我阁无要抓你。好，恁有哦。王瑞霞，请去把你的答案牌拿出来哈。出来，让我们看看。哎呀，我被下班了啦！到底是不是？那有人这高野哈？目睭，目睭甲生做颠倒病，哎、欸，你敢变过来无？王瑞霞，请下台并接受处罚。说，来，阮只有一碗乌练要请你吃。哦。但是呢，阮有三种无同款的酱料。哦。哦，内底是不
可告人的秘密。哦，里面有很刺激的，很刺激的，有没什么刺激的，啊，有刚好刺激的。哦，因为我现在个性，我爱较刺激的。爱较刺激的，哈，好，啊，你想要拣较大地的吃，好吗？不用啦，我吃饱，做艺术艺术就好啊。哎，我做大地呢。讲完较好吃。好啦好啦，阿姐。好来，你要拣一两三，请选择一马当先，一马当先，来。哦，那个应该是辣的。请问蘸酱。哦，这个应该很好吃啊。它看起来是百香果，但是不止啊啊啊！哎呀，请咬下去，它那个抹油啦，综合果酱，什么尴尬？你如果猜对了，这是什么，就不用再吃下一口百香果啊！只有百香果，你确定只有百香果？百香果酱，百香果的。恭喜幸运的王瑞霞，真正无吃到险的。哦，我来听啊！哎，阮其他话恐怖，真冇幸运的啦吼！对，我感觉传真是讲，是讲一定是处罚就对啊啦。哎，幸运的，幸运。两边顺序过会调换的吼，来甲看下来。你先食到这吼，啊，剩的迄两项险的才分享，好吧？来，来，向慧玲，请继续，你答对了，请继续唱歌，请继续抓下一位。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，面对阮的感情，你打算安怎来收？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，手，请有什么人的写手？我啊，你啊，我靠，可能像你这么简单啊，你讲啊，手就简单了吗？那有可能，我哪有可能像你这样简单？没、啊，观众朋友怎样？答错了。哎呀，啊，来王明雄，王一，王你唱歌，看你要抓谁了。哎，明雄，请开始。五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。我的眼睛为了你看，我的眉毛为了你画，我的不是为了他。哦，碎了。阿妈喂，好心好眼睛好眉毛。你要抓哪一个啊？又有眼睛，眉毛，心，眼睛，又有眉毛，对不对？三个都对。心肝脾肺肾都有了。请你确定一个，好不好？我确定一个啊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我猜你心，猜你是心。我怎么我哪有可能写他简单的呀？心很简单，心的歌很多哎。没有，答错了。答错了。答错。来，板豆，请唱。五、四、三。春去春回来，花谢花会再开。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梦花向你的心海。伊又有心的无，你个唱心，我又有心，你当又有心。哦，你俩伊呢？哎呀，是是是，我个人俩都懂起啊。你够厉害啦！就搞，答错了。不是啊，不是。所以现在确定心几乎没有，对不对？心得咱三个都拢无。江慧玲，到底是什么？请唱歌。好亲像思慕的人，优美的歌声缭乱阮心。好，来耳朵，抓谁？耳朵。五、哦，你刚刚说我太简单了，是？好，你我对你不是写很难，你写就难。我写就困难了，耳朵很多歌，确定是不是耳朵？耳朵答错了，没耳朵。来，明雄，请下歌。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。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。眼睛，抓眼睛，抓板豆眼睛，太简单了，真的吗？怎么刚不一样的？确定吗？